画个眉毛啦，是不是？然后洗个头啦，然后做个美甲啦，是不是？以后咱项目咱该上都得给它上上，好不好？粗好看，不合适，是不是？往上挑着画，挑着画不行了。这今天弯已经出来了，我给它画个粗的吧。嗯，给它来个粗的，这样的。这个笔有点油不太多了。看看这小狗，哎呦，这轱辘我真应该给它录下来啊！太有才了，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段子啊！那小狗安安静静让你画眉毛，这不也挺有才吗？你看这么画的都不行，这咱家小宝宝是真困了呀，玩累了，这玩一个多小时了，再缓使劲儿，一顿甩脑瓜子。哎，怎么样？这回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这种笔对它不好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因为这种笔基本上它不会留太长时间，基本上一宿，明天早晨就看不出来了，它自己就掉了。这个好看是不是？来，远点，给个远点镜头，你看有神了哈，马上就有神了。昨天老师把眉毛画点不显得吗？是不是好看点吧？别霍霍宝贝。没事啊，咱们是跟他玩呢，咱不能霍霍他，那肯定不能霍霍他，是不是？下家伙，吃饭了，小二，做梦呢这是。这么拍的都不行，我的天呀！这小家伙怎么睡觉睡得这么死呢？等会儿啊，既然你睡，我高低我得去，我给你剪刀找，给你画，好好给你修个指甲。继续睡吧，没事。哎，你怎么醒了呢？睡吧，没事。啊，完了，这工具找着了。你说他醒了，你再趴睡一会儿，我给你做美甲，快点。幸福吧，大爪子像老四是吧？那脚趾盖不知道像谁呀？我家六尖六尖的。哎呀，继续睡，睡吧，嗯。又走到哪？相当有意思了，小家伙。西安这边还有陕北表达可爱就说心疼太太，或者来撒娇的看看爸爸。哦，反正一个地方，一种说话方式吧，可能同样是两个字，它分地方，它就表达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。确实是这么回事啊，大家伙。不要，哟，完了，你爸，行了，睡吧，没事，我陪你睡啊，小家伙，陪你睡，睡吧，睡觉，睡，哎呀，可不咋的，我这已经连着陪他睡了好几天了，自从他来了以后，我儿子和我媳妇儿，我一次也没陪过他们，每天晚上都陪着他睡。我在地下睡，我打个地铺，他在旁边，他只要我在旁边，他就一声都不叫，特别安静，特别老实，真的，这小家伙特别给力。哎，说实话挺欣慰的。你睡吧，没事。睡。地上给他铺个垫子，一会儿睡觉的时候，正儿八经睡觉的时候，咱就有垫子了。哎呀妈，抠一下人老疼了。哎，好宝，主动把手给我，让我脚是不是？哎呀，太乖了！好，这是好嘞，好了，睡吧，睡吧，睡吧啊！
跟糊弄小孩似的。我还不能脚太短了，这脚太短了，回头脚上肉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溜尖溜尖的，这家伙挠人一下太疼了。好嘞，还有一只啊，马上好了，你睡吧睡吧，没事，没事，睡吧啊，睡吧，哎呀，好宝。怎么样？听话吧，看小眼神，现在迷离的小眼神。来，你睡，你好好睡。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我声音和外形不搭呀，我声音太柔了是吗？外形太彪悍了是吗？确实是有点不太搭，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人长得比较着急呀。是不是我长得着急，但是我声音没跟上，跟上，这是完全新人主播，一点办法。大家伙儿，让你看看，这么睡觉的狗可不可爱啊？这脑瓜子底下还正个腿儿，我感觉这跟小孩一样一样的。我儿子现在那么睡觉呢，他俩姿势我估计都差不多，太招人稀罕了。起下名字了没？二迷糊啊，咱家叫二迷糊，二米糊，把那个迷字去掉了个走字儿，米糊。因为吧，二迷糊这三个字儿，官方这边有点说道，也就是涉及到违规，我没办法，去掉了个走字旁。会做饭的声音也好听，这样的男人去哪里找？这玩意儿确实，像我这种男人不太好找。现在，你看又会做饭，是不是？说话又好听，做的饭还好吃，是不是？关键还有爱心，是不是？人长得又精神又好看，确实不太好找。开个玩笑啊，我这人没治了，你知道，没救了，应该说是。那脸型咋样？怎么样？咋样，小哥？其实他还想起来玩，你信吗？还是想起来玩。哎呀，有点不太那啥。二啊，二，你想要起来玩了，就想睡觉了是吗？啊，有点过分了吧？大家伙都过来看你来了，然后你在那呼呼睡大觉，啊，过不过分？行了，我给。哎呦，日本一季的危险，这咋想的？你们这了解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没看过日本一季长什么样。小二啊，这家伙你才玩了一个多小时就累成这样了啊？你看，哎，看他表情，哎呦我去，这表情，哎呦，太好玩了！我这轱辘真是应该拍下来，太有才了，啊，简直是太有才了！大家稍等一下啊。我去拿个充电器去，手机没有电了，要关机了。啊，坐着，坐着，坐着，别动，坐着吧。哎，咱家都是这么坐，我这地下有点滑呀。坐着，别动，坐着。哎，好，地下太滑了，我回头不行弄个垫儿吧，把整个屋都给铺上垫儿，怎么样？这样啊，咱家小宝宝不至于太滑了，是不是？来会儿走道，要不他总卡，你说一跑一跳。呲溜一下子，这狗吧卡倒是卡不快，但是它疼，是不是？可爱是不是？哎呦，差点惹祸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直播间啊！大家伙没点亮的帮我点点亮，然后没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好吧？哎，其实我本意吧，我不是想说非得要叫它起来跟大家互动。真的，我是说，就是纯粹是说，跟他闹着玩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就那么扒拉他肯定是不会醒。我要是想让他醒的话，我直接夸夸轻轻拍他两下，估计就醒了。不能咬这个啊，不能咬。这一看我走了，他立马精神了。你看小家伙，嗯，太招人稀罕了。你看那出，
咋的了？困劲儿还没过呢是吗？嗯，睡了也稀罕人是不是？拿香香的好吃的放在鼻子，睡眠香。我估计啊，白扯。刚吃完饭，给我手里面吃了一大通，吃的最后就洒了，他不吃了。我就跟你说，你走开他就会醒啊，必须的。哎呀，可不咋的，玩累了晚上睡就好啊。你看这么糊弄他都不行，那、趴着吧，趴着吧。嗯，小家伙，你看，马上一会儿就得闭眼睛，没鼻梁，眉毛粗好看。我也是感觉还是粗眉毛有性格哈，那细眉毛感觉还是差点意思。以后咱就按这个明星给他画好不好？大家伙儿就按这个明星给他画，嗯，眉毛别改了，就这样画吧。突出眼儿，像老四，稀罕人是不是？看咱俩小狗，好看吧？哎呀妈呀，坐这嘎达就往后秃了。哎呀呀呀呀，这出子啊，听着外面小狗叫唤了，这是。哎，小眼睛像小迷糊是不是？我估计啊，搁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那一个爹一个妈生的，那这玩意儿能不像？但咱也不知道为啥，你说他家小老大、老三还有老四，为啥他们仨的毛就是强强的？为啥咱这老二的毛就是顺顺的？因为啥咱也不知道。咱家条件不好，就蹭充电器，不蹭充电宝。哎呀，回头弄一个到时候，回头弄一个。有充电宝还是方便，这充电线实在是不行。我这手机费电太快了，配置不行。哎呀，别动，别动，老想过来咬这根线，看到了吗？这小孩一点也不老实。这怎么的？你又不困了是吗？啊，你又欢着了是吗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嗯，明天买个充电宝，行，明天有时间我去研究一个去啊，研究一个，到时候没有电了，正好赶紧充电吧，这不能耽误生日是不是？大家伙都没看够呢，是不是？我这因为没有电了，哗匆匆下播了，是一件多么令人恼火的事情。小迷糊就执着一根筋。小迷糊啊，我感觉他不光光是执着呀，还有小孩儿犟，拔犟眼子。小孩儿，你说你怎么了？特别犟，那小迷糊，我就感觉那小迷糊就犟，而且那年轻气盛，是不是？谁也不服，不服就干，因为他身上的伤。是不是头两天直播，我说大家伙看不看着，那耳朵上、嘴巴子上、鼻子边上，这一个眼的那一个口子，那都是让老四他们给干的。不服啊，那不服，那你他爹能惯着他吗？那肯定揍他，是不是？那没办法，怎么了？小家伙太淘了，就跟人，咱人就是那个叛逆期，就十五六岁，不有个叛逆期吗？大部分人，对不对？小迷糊估计现在就处于那个时期，正叛逆呢，那不叛逆咋整啊？是不是？那整整本来好好一条腿的好不好？让他学会做好。好了，再见吧，拜拜了啊！期待看二迷糊长大的每一天。行，期待以后就每天锁定我的直播间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！以后天天给我们播吧，我们看着二迷糊长大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晚安，拜拜了，拜拜。